真的把我吓到了，太入骨，然后觉得他整个给人感觉很震撼。具体的计划倒还没有，但是挺高兴《千年幽魂》能在这边上映的，因为作为一部外国片，能够受到大家这么大的关注，然后排名各方面我也听说挺高的。嗯，在这里感谢大家。